家好，我是 Heidi。 今天呢我们就来这个拍 vlog 了，一起出来，不在我间房了。那我不知道这里可不可以放狗的，其实但 Chopper 平时都是在这里跑的，现在他又要跑了，去了哪里？那我们今天呢就会去 IFC 吃 Shake Shack 啦，因为我自己很想吃，还有呢我是问过 Shake Shack，我问过 IFC 呢是可以带狗仔在 Shake Shack 外面的 outdoor area 那里吃东西的，那是合法的，那就不需要偷偷摸摸啦。那样那跟着之后呢就会跟 Chopper 一起去宠物店，如果你有兴趣想跟我们这样一起过一日的话呢，就继续看下去啦。 IFC 这个商场呢都挺 dog friendly 的，因为呢他们可以抱住 Chopper在这里走啦，又不用入海啦，又即虽然不用落地，但我都觉得是很正常的，不用落地。你不要不开心啊，好不好？冷静一点啊，冷静一点啊，冷静一点。死啦，好热啊，看来就是要坐在室外那里吃。哦，我已经觉得好热了，怎么办啊？个餐牌啦，我嗌咗呢个 Shroom Burger， 呢个系无肉嘅，跟住我唔知道我男朋友嗌咗啲咩，跟住之后嗌咗 Cheese Fries 啦，跟住未知道，咁样阵间就等啲嘢食嚟啦。好好彩啊，我哋等到呢啲有遮嘅凳啦，就冇咁热咯。咁 Chopper 就好乖咁样，等紧我男朋友翻嚟啦。冇靓冇靓，你有咩感想啊？好食，好食。嗰个菇入面有丝汁嘅，你见到入面有丝丝啦，好味啊！呢个有味。咁你咧？系咪口食紧水啦？完食雪啦，好好食啊！好食，有几好食啊？普通好食咯，唔系话好好食。啊，我又融啦，真系好热啊！出边头先我 show 完嗰个 IG story 之后咧，有人 inbox 我叫我小心晒亲，如果唔系就会变斑斑。我已经变咗啦。咁我哋一阵间嘅目标是乜嘢啊？你宠物店目标就是试食罐头咯，喂饱 Chopper 悭翻一餐。跟住今朝 Chopper 个早餐是份量减半，跟住逼 Chopper 一阵间食多啲嘢咯。我唔知道大家听唔听到我妆有冇用到咧？我今日用咗 YSL 嗰支 One in Glow 啦，哎好光啊！跟住之后。我是不出油的，所以大家不用问我那些持久的东西，因为我是一个完全不出油的人来的。跟住出汗咯，但是它好像这里一笪笪是我甩紧皮，是我还甩紧皮，我甩了整个礼拜都没甩完咯，就是这样。我们现在来到梅田了，跟住呢有巴士啦，因为呢 Chopper可以在正門入的關係呢，我們就要搭這個穿梭巴士，那就會有狗狗的穿梭巴士的。你看到前面很多狗仔啊，跟住哇他條尾飛，我好開心啊。是初拍了一些女仔啊，我們前面有一隻女仔啊，她很漂亮的，你看來你幾口琴。看你姐，这个是什么？这个青头对骨内有
有幫助。三文魚會比較你要咩啊？受歡迎啲咯。三文魚啊，呢、這個。得吧。咁佢又提供翻呢個 Omega 3嗰啲。唔食。又唔食啊？佢遲啲會食噶啦。得吧。点解你猴擒到个样呢？我都唔知自己食咗边只打边只，就唔紧要，我已经食晒啦，一秒钟。走啦，爹哋咧，好啦，爹走啦。你睇呢个人几惨，佢要拎好多嘢，但其实已经唔系好多，因为我都拎紧好多嘢。出发最轻松啦，食完就走啦，系咪啊？你唔好望人哋啦，走啦走啦走啦。哇，我哋最后翻到嚟。究竟是怎样捧这堆东西回来的？你见不到这些是两公斤的量，这里有两公斤，这里有两公斤，劲多啊！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看这种类型的 vlog 呢？如果喜欢的话，记得 like 这条片，然后 subscribe 我的 channel， 我每个礼拜都会 upload 两条新片的。那我们下条片再见啦，拜拜。